国务院，川普未送金正恩火箭人光碟。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海瑟诺尔特七日驳斥谣言，声明刚结束在平壤的两天会谈的国务卿庞培欧，并没有赠送收录英籍歌手埃尔顿将的火箭人 Rocket Man 歌曲的光碟给金正恩。由于北韩一再试射飞弹，川普去年把金正恩斥为小火箭人。埃尔顿强1972年出版的唱片即有火箭人一曲。诺尔特说，庞培欧带去的只有川普给金正恩的一封信，除了一封信之外，他不会留下任何东西。送光碟的传言由南韩朝鲜日报六日的报道引发，该报驻华府记者引用未指名的外交消息人士表示，川普在埃尔顿将的光碟上签名送给金正恩，因为他们上个月在新加坡会谈时，金正恩曾经问起这首歌。